Hello, you have wasted 时间。现在马来西亚已经是第三次 MCO 了。MCO 有很多人在家都不知道做什么。So, 我上次很想买的是就是这个 BBQ 炉了。这其实不是 BBQ 炉，是那个 Texas Offset Smoker 来的。有很多人误会它是 BBQ 炉，这个是 smoker 来的。So, 上次是我看到淘宝是有卖，可是那个斋费是太贵了，我就不舍得买啦。So, 我现在看到 SHOPPEE 现在在西马的啦，有卖，它斋费就比较便宜，和那个东西跟那个淘宝是一模一样，差不多价钱的啦。是讲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 share 在下面，你们可以去买啦。现在我不要跟你们说太多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箱吧 ，Let's go。
you.